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这个 n 等于多少？就这个方程式啊，他问你 n 等于多少？那这怎么办哈？我就给他的通分嘛，这个通分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那个，通分以后哈，这个最小公倍数是3的3次方，乘以5的3次方啊。那对于这个哈，我多乘了一个3嘛，没有，多乘了一个5了，所以这里要4乘以5嘛。好，这5约掉以后，这5的平方乘以3的3次方就等于这个了。哦，这个约掉了，啊，减掉这个多少呢？这个从这里到这里的话，哈，我多乘了一个3了，所以这里要乘3，7乘3嘛。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3的3次方乘以5的3次方。啊，20减21，这是负1嘛。但是问题是这里负3啊，所以我要上下要乘以什么呢？乘以3，就负3嘛。那这乘以3的话，就变成3的4次方乘以5的3次方，所以这个 n 哈等于多少呢？ n 就等于3的4次方乘以5的3次方了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